床架向上。病床上的患者透过耳边手机声控，让床结合物联网，不用靠第三者就能自动上下移动，头向上，连头部和脚部的床垫高度也能够用声控操作，用手的力量以及膝盖的力量这边呢，去辅助他起身的一个动作。床边护栏加装软垫，让年纪大的人能更好施力，降低下床跌倒受伤的风险。小夜灯在患者离床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开启，那避免患者他们在半夜离开要起床上厕所的时候会发生跌倒。业者抢攻智能家庭市场，针对银发族或患者，结合 AI 和物联网设计出这款智慧病床，解锁的画面都会储存在这边。还有这一款像是电动牙刷的器具，其实是专门用来摄影的智能镜头，用影像记录下口腔内部状况。除了能录影拍照，把口腔状况上传云端，让慢性病或需要长时间观察的患者能更加便利与医疗团队沟通。另外一个产品的话，它是耳镜，所以它方便做一些耳道啊、耳膜这样子的一个检查，方便医生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影音档，可以让帮助他做一个判定。摄影设备结合大数据，民众在家就能够监控自身状况，让智能照护和医疗深入你我生活。记者阿光、马宏俊台北报道。